们都去看英雄，全是白日梦。你跟我一样挑剔，喜欢与众不同。我不爱蜘蛛的酷和骄傲的钢铁，我爱中国功夫蒸汽朋克的诙谐太极。男主角是个清朝的白痴，名叫杨露禅，就像一张白纸，头上长了一个包，其实是一个角。小人物的骄傲终有一天要咆哮。女主角是个花痴，叫做陈宇娘 ，Angelababy 扮演所有宅男的幻想。她从小住在太极村，有个爸爸和哥哥，这些男人都是极品怪咖，可真不好惹。她的老爸是掌门人，但有点神经病。梁家辉越老越帅，越癫狂，简直要人命。大哥冯绍峰离家出走，追风追梦。英俊的飞行员不爱读书，喜欢高空。言归正传，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花痴？因为他从小就暗恋表哥方子敬，只不过是一个讨人厌的海归装腔作势。好吧，我承认我嫉妒彭于晏，帅得令人发指。总之，方子敬不仅没有看上苏工陈玉娘，还带了个火辣辣的洋妞 Mandy 回到家乡，驾驶一个叫做特洛伊一号的机械大怪物，说要碾过太极村来开铁路。花痴心碎了一地，一蹶不振。老爸嘴上不说，心里也跟着郁闷。想想白痴和花痴，其实也挺合适，不如携手太极拯救全村才是大事。花痴啊花痴，本身武艺高强，算不上白富美，但也不做黑木耳。白痴杨露禅其实天赋异禀，脑子稍微有点脱线，但是腹肌挺硬。一代英雄英雄从零开始，从此白痴白痴变成大师。一代英雄英雄从零开始，从此白痴白痴变成大师。故事还没结束，别忘了这是太极。太极有两集，电影也有两集，九二七第一集，十二第二集，两集连映，强强联手。资深美少年吴彦祖、风流俏老爸谢贤，以及黄飞鸿里的鬼脚七、熊欣欣都来共商盛举。当然还有绝世美人舒淇，彩蛋连连，彩蛋连连。十一档期铁定让你翻天，彩蛋连连，彩蛋连连。十一档期铁定让你翻天。